你不会真的以为蛋仔的身上只有五个技能吧？快看，当玩家点击蛋仔的技能以后，蛋仔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蛋仔的技能只有五个，错，大错特错。其实蛋仔的身上还隐藏着这个神秘的第六技能，至今为止 99% 的玩家都没发现。你们难道不好奇蛋仔身上隐藏的这个神秘的第六个技能，它的功能和用处究竟是什么吗？众所周知，蛋仔的五个技能位于主界面的右侧，如果你的蛋仔也拥有五个技能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蛋仔的五个技能每一个功能都不一样。比如说此时我点击最大的跳跃键，我的蛋仔就会做出开心的跳跃动作，而当我点击滚动键时，此时我的蛋仔就会立刻变成一颗圆圆的蛋。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变成蛋的蛋仔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蛋仔身上隐藏的第六个技能究竟是什么？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拿起饺子道具后，发现在蛋仔身上出现了隐藏的第六个神秘技能，它是吃饭。点击吃东西技能以后，蛋仔会吃掉饺子道具瞬间变大，所以说蛋仔身上的技能并不是只有五个。其实官方还在蛋仔身上隐藏了第六个技能吃饭，拿起饺子道具后就会出现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